晚安的意思。卡卡亚就我们讲晚上也可以讲晚安。可是很少人，就是比较不常用。对，不常用。那有比较常用的吗？还是这个词根本就我们只有打招呼，就是不管哪一个时间，就是哪一号，或者但是要特别强调晚上才会讲卡卡亚。好，哎，谢谢。晚上晚安，卡卡亚。